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回去了，眼睛都是肿，又是六点多钟才睡得着，这次是真的没肿，肯定是晚上跟那个潮州老板的茶，我都说了我不能喝茶，我都知道你们昨天晚上肯定很晚的，不用想。到你们那里哦，那我要去吃大餐了哦，开心满天吗？又到了，好不好？司机辛苦了啊！讲，你开快、哦、你开快点哦！那昨天炒饭说你看到我的尾，算你算我输。早的起来赶了一个酒店的早餐吃，我吃了三个糯米鸡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又吃了三个糯米鸡。觉得这个糯米鸡太好吃了，走吧，走出发。哎呀，哎，下雨了，就不像下雨，下雾吗？好像是雾啊，起雾啊，看都看不清前面。也有下雨才有雾啊。现在到哪？现在到哪了？现在还有103公里，到加州要了。前面马上到象州了，到加州要6点钟。那是。哎呀，我们现在是还有100多公里到，这是赶路。哎呀，我在车上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睡了两个半小时。在车上面，我刚才也是迷迷糊糊睡一下。哎，等一下再看吧。哎呦，我还是迷迷糊糊，也是没睡着，前面太多事了。问一下他们到哪里了？不用问，他们到了自然就会上去。我有跟何杰说，我说我再到后面大概100公里，甩了一条街啊！我打老七在上面，先上去找一下他去。你先上，他是停啊，你上来吧。啊，五楼啊，知道。没有，刚从深圳回来，我先回去先。他们到了是吧？他们到下面了。他们呢？吃啊，好啊，吃饭。好，那个呢？好地方吗？啊，对了。那我继续了。走啊，走吧。我坐你那个车吧。我们也开车去吗？开不开？他要回来的嘛。那就不开了。嗯。我要上那个包。是你几天不是睡一下下？我们这结满昨晚你都打呼噜，改在车上就打了。哈哈，都羡慕你们这种能睡觉的人。心要大一点。嗯。事情都是干出来的。那个什么走了，我们也回家了，到了没有？啊，你们坐后面，我来开吧。这趟行程，回去再说吧，你都已经累了。先回去先了，来。哎呦，累了没？我从早上8点钟开车开到现在几点了？哦，你昨天晚上加油啦，你给自己充电啦。昨天晚上讲这种话，那不是咯？哦，昨天晚上跟他老婆那床可能要螺丝刀扭哦。哦，哎呀，这要烤鸭可以烤两了是吧？这回不用小师弟再手动了，为了你着想，特地跑去大岭山，他大清早去大岭山、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是吧？还不是为你着想吗？说的好像那个钻就铁定是他一样。哎，对啊，说的好像钻子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吃。讲这种慌乱的，这是涨大水，大水虫是吧？对，所以我们把门都关起来了。来，这个要给你拆了一个啊。
好嗨呀、啊，好嗨呀、啊！你继续嗨吧。嗨呀，好像今天晚上啥也不干了，明天开始加班，该去洗澡了，明天加两天班。到家了，安全到家，饭也吃了，等一下就那个啥，休息休息，明天要开干活了，外面的事情搞定了，现在搞家里面的事情。啊，广东之行啊，说实在的好像在路上的时间比停留的时间还长。对，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行走在车上面，转啊转，转啊转，转完这里转那里，转完那里转这里，累，学到东西也值得啊！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到家了，加油，开始干活，也祝大家越来越好，拜拜。